那你是真的喜欢我？喜欢，喜欢到可以亲亲。什么？喜欢？我，君腾，我喜欢你。啊，这些女生的心思，我还真是搞不懂啊。在哪？ 甜蜜可爱，小情绪都融化在一起，我们期待的未来慢慢清晰。就像喜欢上他的理由一样，我也一样搞不懂。